包围了皇城，帝国危在旦夕。帝国的领主们，捍卫你们荣耀的时候到了，立刻出兵剿灭蛮族。领主大人，城门已被蛮族攻破，再不快点，陛下恐怕要不行了。眼睛都给我瞪大点儿，哪怕是这些野蛮人竟然也懂得封锁道路，看来是拖拽部队离开主路。士兵们，低调点，别让敌人发现了。拖拽部队前往召集。放下武器，是友军。战士们，跟上部队，陛下还在皇城等着我们。除了硬刚，没有其他可走的路。禀告大人，关隘内部存放了大量火药，只要一点火花就能把他们炸上天。拖拽投降，可快捷行军。士兵们，低调点，别让敌人发现了。启动投石车，发起进攻。投石车，发射，让火药炸一会儿。剑出鞘，随我冲锋！公主荣光，我辈义不容辞。大人，敌人被打残了，快使用主将技能收割他们！释放技能，都臣不与我有理无私。撑住，援军快要来了。大人，保存实力，别正面刚，利用兵种克制就可以轻松压制敌人。拖拽部队克制敌方枪兵，剑士克制枪兵，我们有兵种优势，随我冲散他们。老狗都有几颗牙，再看看你们，就这么点能耐吗？牙尖嘴利，一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点击选中目标，通过菜单立刻发起进攻。
别怕，公主殿下，有我尤里乌斯在，他们知道了，别客套了，有时间站着，不如过来搭把手。老东西，别做无谓的挣扎了，乖乖下马，束手就擒吧。话外蛮夷，今天就让我来教教你什么是基本礼仪。领主大人，擒贼先擒王，点击全选操控拖拽所有部队发起进攻。听我号令，全军出击，碾碎他们。想不到最后竟然只有你来陪我打这一场仗。可笑，他跑的见过无数，赶着来送人头的倒是第一回见。尤里乌斯，快释放技能，打，看你往哪逃。让我来，一剑胜长枪，再多枪兵我剑下破灰。东西就算给你们又如何？民族大军即将横扫整个帝国，你们无路可逃。糟糕糟糕，蛮族又冲过来了，快掩护陛下撤退。帝国将士们，我以皇帝之名下令撤离战场，守住阵线，只要我们在，一定可以翻盘。叫人也来不及了。蛮族如潮水一般，我们最后溃围成功。如今皇城易主，蛮族大军盘踞帝国中央，只有重建领地，才能击败蛮族，重返帝国全盛时代。这次秦王，你是第一功臣，这将是我给你的最后封赏。嗯，这就是陛下封赏的城，能跟大人并肩作战。通过点将台可以招募许通过任务跳。不如男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？请点击任务。大人，探子来报，似乎在城外资源。自从皇城易主之后，战火无处不在，帝国的资源和领地都被悉数侵占。勾选后，部队回保存后，我有个办法可以快速开启显示资源点，点击搜索快。只有击败盘踞在这里的蛮族，才能拿回资源点。出征前，请注意胜券在握。
的战场。这可真是一场教科书般的胜利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领主大人，接下来我们真正的敌人远比这些……大人，不如先……领主大人，有了磨坊，我们才能在城内生产粮食，还请先建造一些磨坊。